行万里路，胜读万卷书。让我们带着信心往前走。你看这些蚂蚁，让我们加快步伐，赶上前面的队伍。现在时间是早上越南时间10:24，也是新加坡11:24。今天的阳光不错，没下雨，所以我们看到这美丽的风景，感谢我们造天地万物的主，造天地万物的主。你看这白云蓝天，在这大自然里面显得我们的微小，显得我们的神的伟大。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上帝的供应，感谢我们天父的供应。这些空气通过这个光学作用，就是 photosynthesis， 它们能产生氧气，把我们人类还有动物呼出去的二氧化碳能变成氧气，带给我们有生命气息。感谢造那天地万物的主，哈利路亚。